at me.我们想要结合台湾在地的水果，制作出天然的糖浆，让消费者可以喝得更健康、更安心。我们的研究目的：一、认识吐司咖啡；二、认识水果糖浆及制作方式；三、探讨消费者对我们本土自制的水果糖浆满意度；四、探讨消费者对本土自制糖浆结合饮料的满意度；五、探讨行销并提供业界采用的可行性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吐司咖啡的来源吧。吐司咖啡是利用香甜酒的比重不同所制作出来的一道调酒，所以又俗称彩虹酒。那吐司咖啡的材料是什么呢？第一，白兰地；第二，白色陈皮酒；第三，绿薄荷香甜酒；第四，深可可香甜酒；第五，红石榴糖浆。那调制法是什么呢？有两种，一种是分层法，一种是漂浮法。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市面上常见的糖类吧。一、白砂糖；二、红糖以及黄糖；三、方糖；四、砂糖；五、黑糖。我们之所以会采用砂糖、白砂糖，是因为它取得容易、价格便宜以及它的适制性较高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在这次采用的台湾在地的水果吧。第一，我们使用的是来自大苗栗大湖的草莓；第二，本地自产的洛神花；第三，高雄燕巢的芭乐；第四，屏东的柠檬；第五，梨山的苹果。以下是我们的研究流程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研究方法：第一，文献收集法；第二，实验法；第三，观察法；第四，问卷法。我们的糖浆的制作过程是：首先，先将水果打成汁之后，称量我们的材料；接下来，将糖水煮到浓稠，再加入果汁煮滚；接下来，再测量甜度；最后，再装瓶就完成喽。不过，这个仅限于草莓、洛神、柠檬以及苹果的制作方式。没错，我们的番石榴。那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呢？在实验中发现，番石榴只要经过加热，它的无法维持原本的色泽，因此我们决定使用先将糖浆煮至所需浓度，再加入芭乐汁，混合均匀后的方法。混合均匀后的方法，此种方法不但能保持芭乐原本的色泽，还能增加它的风味哦。在研究过程中，我们发现了许多问题。第一个，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个部分是红色的部分。红色的部分呢，红色部分的水果有火龙果、火龙果皮、洛神以及番茄。在实验中发现，以火龙果皮的颜色太淡，而果肉则太浓稠。番茄虽然颜色鲜红，但是味道太过强烈，因此我们决定使用草莓尝试，则草莓的颜色与香味。接下来是深可可色的部分，我们试验的水果是洛神。一开始我们在深可可色的想法，不知道使用什么水果，而在第一次实验中发现，红色的洛神煮出来的颜色接近深可可色，因此我们决定采用洛神。绿色的水果则有奇异果以及芭乐。一开始的实验，我们发现两种水果煮出来的糖浆都会有褐变的情形。所以我们在实验二时，我们将奇异果去籽，以及只使用芭乐皮加水的方式煮出我们的糖浆。但是我们发现这样子煮出来的糖浆颜色没有非常的深。于是，在第三次时，我们决定将芭乐皮以及芭乐的果肉打成果汁之后，再加入预先煮好的糖浆中。透明的颜色则有芭乐果肉、柠檬浆以及柠檬汁。一开始以芭
皮添加剂煮出来的颜色不够透明，因此我们选择柠檬汁尝试，而煮出来的颜色呈现透明色，因此我们决定使用柠檬汁。最后是褐色的部分，褐色的部分水果我们使用的是橘子、柚子、百香果以及苹果。在第一次的实验当中，我们发现橘子及柚子皮的味道非常的香，但是很容易会产生精油。而百香果的部分呢，我们发现它的颜色是比较偏亮黄色的，而且如果保存不当的话，很容易会产生沉淀。所以在第二次时，我们决定使用苹果果肉以及苹果皮。那我们在这边发现需要再加长我们褐变的时间，于是在第三次实验时，我们增长了我们的褐变时间，于是有煮出我们期望中的颜色。受访者中有听过及看过普世咖啡的占了52%，而在这40位的受访者中，几乎都没有喝过普世咖啡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，我们有89%的受访者喜欢我们产品的外观，87%的受访者喜欢我们产品的香气，有97%的受访者喜欢我们的结果，有100%的受访者都认为我们应该研发成新的红酒精饮料。接下来是我们的结论与建议。一，煮糖的时间太久的话，浓度会越来越浓。二，火候太大产生焦糖化。三，我们发现由我们的实验中发现，我们是和浆果类的，因为它的湿质性比较高。四，无酒精普世咖啡可被大众所接受，五，增加消费者购买意愿。我们是以1:1的新鲜水果及砂糖制造的，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添加物。六，我们受访者对于我们的香气跟外观接受度都极高。接下来是本组的建议。第一个是给帕格叶子的建议。本研究结果可供业者作为鸡尾酒调制，并研发出更多不同口味的调酒。第二个是给糖浆制造者的建议。市面上的水果糖浆多添加人工香料及色素，而在这个注重食品安全的时代里，如果可以让我们使用天然果浆、天然糖浆，可以使消费者吃到更天然、更健康的选择。第三个是我们给后续研发者的建议。探讨在不同温度下的生菌变化，是否温度越高生菌数越多，因此如何在没有添加防腐剂的状态下延长保存期限，